我们看这一点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P 是这一点 ，Q 是这一点。那么他说呢 ，PQ 长度哈，投影在 SY 平面的长度多少？那就好给它做向量 ，PQ。然后呢，这个 PQ 它的长度哈，就等于什么呢？就等于 PQ 这个向量哈，在呢 SY 平面上的正摄影取大小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了这个 PQ 啊 ，PQ 呢，这个向量多少？就这个减这个是4嘛，这个减这个是负4，这个减这个是3啊。它在什么呢？它在 SY 平面的那个正摄影啊，是4负4，也就 PQ 啊，在SY 平面上的正摄影是4负4，那这分量就等于0了。要取大小，所以哈 PQ 在 SY 平面上的正摄影的大小就多少？这个频段在这边开根号，就4根号2。所以答案是那个4根号2。不太一样，我们看了、看有没有算错。这是175538啊，这个减这个的话是4啊，这个减这个是负4，这减的是3。哦，没有，他说是在 GX 上面的投影场，这我弄错了。这 GX 在 GX 上面的投影场，所以你要把它弄成呢 GX。那这 GX 的话哈，就投影在那个 GX 上面的那个正摄影，就是什么？就是 GX， 所以 Y 量等于，那这是3，零啊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取它的大小，这345，我就根号呢。4的平方加3的平方就等于5了，所以答案是等于5。